Yuki 姐姐在佛中。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小区在这里，介于 Claremont 和 Davenport 的交界处。这个小区的位置我需要重点的介绍一下。箭头指的是 US 27号公路，它是现在奥兰多周边发展的最快的一条公路。横向的这个箭头呢，就是著名的192公路，它是迪士尼边上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。那我们的这个小区呢，就在这两条公路的交界处。这个地理位置是超级无敌，投资者们千万不要错过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户型是 Santex 的 Highgate， 它有四房两浴两车库，1850尺。其实户型不太重要，每个户型都有自己的特点，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location。以这个 location 来说的话，其实更加适合投资者。小区管理费117块钱一个月。小区里的户型三房、四房、五房，一层、两层的都有。有兴趣的朋友请私信跟我联络。我的电话是407-937-8888，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。这个小区房子的价格呢，是由底价加地皮加升级，它额外有两个升级包可以选择，一个升级包是加洗衣机、干衣机跟冰箱，另一个升级包呢，就包括更低调的东西，像是橱柜的颜色、水池，小的换大的，还有地毯换成地砖。您可以按您的预算选择要或者是不要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这个开发商他的设计是怎么样的。今天的小区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